在日本柳川市，等一下我们要去坐船喽。坐船要先买票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坐船喽。哦，还可以租那个帽子可以戴，也是100块。这里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搭船，我再把乘船资讯放在资讯栏，有兴趣的朋友来搭看看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坐船喽。游船这个活动在柳川市是相当出名哦，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沿岸风光哦。对，没关系啊，听不懂就乱说。拍到 staff 这样子，拍到他们，对，不能拍照。哦，好的，哇，他说可以，有些可以，有些不行。跟他讲，等我来。哎，不一样，可以的，可以。好，好，看船。那现在过的那个夹道，对，过这个桥的时候。哦，你有加速哦，可以呢。哎，私ね、77歳。哇，这70几岁的爷爷还帮我们推车，对，他说他很老，是不吗？是太不要脸，对，太不要脸。他是说，他后来77年是。阿爸，我叫上去。哇，他来看他表演了，他会叫上去了，你看他表演，录影哦。他会叫上去。水上哎、欸，这边可以录吧？等下可以买东西的。哦哎，我会停车啦，我们停船，是停船啦，对了。哎，我们走的那天吃的那个太甜的冰淇淋，我不想吃，可是它真的挺好吃的。因为他们的东西都蛮甜的，我们不会到死甜吧？这里是三王桥。香蕉奶糖的甜啊，香蕉牛奶糖啊，那里有不愿意啊？来，小心头部哦，小心头部。牛奶糖可能对，焦糖啊，焦糖，吃的就完全不腻。很特别，这边就是可以水上贩售，可以这边买水上餐厅，然后可以买冰淇淋。妈妈你吃冰淇淋，哇，很棒哎！不会很大只的。小心哦。他可能很帮消费吧，每个人都要，都那么好。这个是那个啦，这好像小孩子跨级赛的感觉啊。你要不要拍啊？甜不辣。你要拿跨级赛，你就爱谁谁。是煮的甜不辣。你看豆哥在吗？煮的甜不辣，但不是炸的。嗯，是煮的，在家里自己煮的甜不辣，炒甜不辣，但是不是外面先出机长的。跟我内容是一样。如果来的话，一定要来买哦。我知道我拿这个。奶哦，他说小心哦。那他转弯了，他转弯了。小心手，小心头哦。这应该也是他们的一个谁吧？你看，连过桥还有转弯，类似蒋中正。对啊，类似。
乌龟吗？卡妹。卡妹。哦，那里啦。卡妹。那里啦。不是啦，卡妹啦，照片啦。卡妹啦，乌龟啦。乌龟啦。卡妹啦，照片。卡妹啦，不是乌龟。卡妹啦，是乌龟。不是卡妹啦，卡妹。啊，要死我。那是乌龟。乌龟啦。玄多桑跟叶子桑结婚，为什么要跟叶子结婚呢？玄蜜茶跟绿茶结婚好不好？玄蜜茶跟叶，随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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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柳川划船影片到这边啦，如果喜欢，别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OK， 然后我们到了到岸了，到岸了，到岸了，我上岸了。哎，这个烤肉很香的味道哎。可能是烤那个焦花吧，不是焦花吧？鳗鱼啊，鳗鱼